陆小姐，报告显示你患上胰脏癌，还有扩散的迹象。是不是治不好了？会不会有可能？我们会马上为他进行电疗或化疗。不过希望你们有心理准备，成功机会只有20%。不是第一次说鬼故事吓同学了。我发现他书包里有几本鬼故事书，你要多留意他，不要让他再买这些书了。我告诉你，你再这样任性，你死定了。爸爸妈妈已经不在了，你还要我担心你？我一个人要照顾你已经很累了。如果我，我没事。什么？别买了，你又不喜欢那味道。没关系，两块，谢谢。这位先生，这里双黄线不可以停车的。叔叔，小妹妹，什么事啊？你能不能不开我姐夫的罚单啊？你能不能给我一个不开他罚单的理由呢？叔叔，你会为你爱的人做一些傻事吗？这次给你个机会，下次别这样。谢谢警官。
要不我拿几天假吧。为什么？你不是说喜欢阳光海滩吗？我们去泰国玩几天。那么匆忙？趁你还能走。就算去，也等我好了再去。我们结婚吧。其实我们现在跟结婚没什么分别。既然你现在没上班，我怕你闷，你可以找些东西来学。你不是想学插花吗？你还记得其实我想继续学瑜伽的，不过现在不能了。为什么不能？想学就学，开心就好。吃了。上学没有迟到？没有。真的没有？嗯，多吃点菜。那你功课做了没有？嗯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做完化疗是这样的。吃饭吧。慧慧，啊，把药喝了吧，可以喝了。这药方啊，是我到中山很辛苦求神医给我的，听说啊治好了很多人，信我，喝了它。我问过黄大仙了，你有这个病是因为你家里有脏东西。我求了道符，你待会儿放在床头吧。啊，慧慧，哎，姨妈，怎么那么早下班？
这什么？我叫姨妈煎的。你正做化疗呢，还吃中药，不好的。对了，你还没有告诉我为什么那么早下班。我被公司解雇了。不要紧，反正我也不想干了。那个老板有躁狂症。有些事情真的想不到。你又胡思乱想什么？不是吗？本来打算我们一起可以照顾对方。但现在我成了你的累赘。你现在不是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吗？我每天都有家庭菜吃啊。怎么了？你会不会不要我？我现在没了工作，我怕你不要我，不做饭给我吃啊。以前在奥比做的挺好，为什么不做了？被人解雇了。你真坦白。骗你也没用啊，这行这么小。但你现在见的这份工作比你以前的低两级，也可以。所以我觉得自己可以胜任，还有我需要这份工作。方婷，进来一下。现在做得好就可以，以前怎么样不重要，对吗？我明白。找我什么事？对了，你以后不用再说不够人手了。给你介绍一下，段恩明。段恩明。你好。你好。什么时候可以上班？随时可以。OK。那是你的位子，这个是阿军，段恩明。你好。他是阿平。嗨。你好。你好。你好。听说你在奥比很出名了。哦，没这回事。我走了。好了，后天上班再见。好。不好意思。嗯。你小学时是不是在主峰小学读甲班的？嗯。你记得我是谁吗？对不起，没印象。你很喜欢逗我说话的那个。坐在陆慧旁边那个。朱芳婷。很久没见。整天骂你的陆慧你记得，反而不记得我。因为我们两个现在在一起。真的？是。你呢？我
等嫁人了。好吧，那我们后天上班见，别迟到。后天见。今天好点没有啊？好多了。你有吃中药啊？吃了我觉得好一点。我不是反对你吃，不如等我们跟周医生商量一下再吃好吗？对了，你今天面试怎么样？还可以。你猜我今天遇到谁了？不知道。旧同事。旧同学。旧同学。谁呀？念小学的时候坐你旁边的朱芳婷。朱芳婷。哦，你经常逗她说话的那一个。对呀。她读完小学不是去美国读书了吗？她回来了。人家有钱嘛，做什么都行了。有钱也要能干才行。怎么了？带去看医生？听话。药在哪里？在抽屉里。没事，吃饭吧。乖，吃饭。
吃午饭，我先把事情做完。阿军问你借钱吗？不是，阿平今天生日，他们说凑钱一起唱卡拉 OK。你去不去？我不去了。他们说，每次约你去玩你都不去，每天下班你就赶着走。 同事之间是要互相沟通的。明白。陆辉不喜欢你去应酬啊？不是，我想多陪陪他。陆辉，没什么吧？ 大少早点到啊！恭喜你啊！谢谢。大少早点到，恭喜你！谢谢。大少跟陆慧早点到，恭喜你！谢谢。哎，嗯，你是不是太高兴了？帖子给错了。<笑>对不起。不要紧，你那么高兴，我哪敢怪你？ 准备结婚和结婚那天，女人是最高兴的。陆慧没告诉你吗？不打扰你了。你猜，如果方婷她不是读完小学去了美国？ 你们会不会？你又乱想什么呀？嗯，不是吗？我记得那时候你整天逗他说话。怎么了？你吃醋了？难怪。 那时候经常骂我跟他说话了，嗯。虽然我们还没有结婚，但是结婚要说的话，我也会说。 无论健康与疾病，我都会终身爱惜你，直到永远。
好不容易才能约你出来吃饭。朱小姐，今天想吃点什么？给我一份羊排套餐，谢谢。这位先生呢？猪排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这里的羊排很有名的，下次你可以试试。其实刚才我也想点羊排，不过你已经点了，免得跟你一样。 点一样的有什么问题？喜欢就行了。其实你知不知道，为什么你名字我记得那么清楚？不知道。因为我记得，你以前常常逗我开心。那份童真，就算是一块糖。 也是很真实的。你现在这么漂亮，一定很多人逗你开心。人长大了，身边的男人可以逗我开心，但其实他们的目的是和我上床。 我要一杯黑咖啡，谢谢。你呢？要什么？一样，黑咖啡，谢谢。好。吃东西。嗯。喂。我明天不想去复诊。为什么？ 总之我不想去。听话，明天我请假陪你去，好不好？明天的假我帮你安排。你现在哪里？那么吵。
我正在跟方婷吃饭。总之我不去。病人的情绪是很不稳定的，多体谅体谅他。明天你陪他去，他会安心一点。我建议陆小姐要入院做进一步的化疗。别这样，听医生的话，先躺下好不好？我知道自己的情况，我不想留在医院里面。你听话，等你好了，我立刻接你出院。啊？也就是不用走了。你的情况已经比同期病人好多了，一般的病人到了这个扩散的阶段已经支持不住了，现在你最重要的是靠你自己的意志力，不要放弃。你干什么？别这样。好累啊。乖。我真的好累啊。听话好吗？我好辛苦啊。慧慧，你不想做化疗。别这样，别这样。陆小姐冷静点。我想做化疗，我不做。别这样，别这样。别这样，别这样！我不做了。慧慧，听话。我怕死，我不做。别这样。喂，有空吃午饭吗？我今天要去医院看陆慧。没关系，那我自己吃。请问302号房的病人去哪里了？你是说陆小姐吗？是啊，她今早已经自己出院了。啊？谢谢。为什么不等我接你出院呢？我没事啊。知不知道我在医院看不见你，我很害怕。对不起。继续做化疗好不好？你不要再试其他东西了。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知道该怎么治。我不想再做化疗，我感觉舒服一点。你别这样好不好？你这样我很难受的。我去上班了。喝完药早点休息。
想做到下个月辞职。喂。我想跟你说，我今晚不煮饭了。你不用赶着回来了。为什么？你应该多放点时间在工作上面。其实我早就想跟你说了，你不可能每晚都能准时下班的。我知道你想多花点时间陪我，但工作要紧。我不跟你说了，我的药快煎好了。再见。姐姐，怎么了？他最近好像我看的鬼故事一样，好奇怪。你胡说什么呀？啊？是真的，我明明看到他在厨房，一转眼又去了客厅，他整天自言自语的。还有，有时候我看见他用手当脚来走路。我叫了你不要看鬼故事了，胡思乱想。进去了。
没关系，不好意思，疼不疼？啊，没事。过两天能不能离开香港？什么事啊？我想你跟我一起去北京见个客人，他看中了我们计划书，说很喜欢。可以吧？ 那陆慧……啊，行了，我叫姨妈照顾她。嗯，那就行了。哎，你没事吧？ 喝杯东西。好。喝了很多。要不要冰？不用了。 干杯！预祝我们明天签约成功，也为我们的重逢干杯。 是不是担心明天签约的事情？你以为我是女强人？有心事啊？你知不知道我最想要的是什么？ 就是一个疼爱我的人，一个就够了。你的家人也很疼你。他们很疼你。没钱就为钱烦，有钱就为感情烦。 现在已经找到了，我本来也认为是，可是我取消了婚约。为什么？他搞上了我伴娘，他还说。 跟我朋友发生关系，只是玩玩而已。我真不明白，为什么你们男人会做出这种事？ 男人最坏的地方。 有时候性跟爱是可以分开的。陆慧怎么了？你不想说可以不说。
我只随便问问。我宁愿病的是我。我真的很羡慕他。知道了。当你看到他身体一天比一天差，他还在你面前强颜欢笑，而我就要装作若无其事。我要多心疼。早。早。见了东西没有？没有。昨天。我明白的。其实我。快叫东西吧，吃了就走，我怕塞车。你不要练了好吗？你最近身体不太好。我没事，姨妈她还带了我去学气功呢。我去换衣服。对了，你们的合同签成了吗？签成了。方婷是不是很开心？开心，她当然开心。昨天晚上为什么不打个电话给我？昨天谈事情谈得很晚，我怕你睡了，所以没打给你。
其实我为什么要难过呢？如果恩明真的爱上别人，起码我走的那天，他不会那么痛苦，也会很快不再想念我。他会不会呢？姐姐，你的病好了吗？已经好了，不过姐姐很快会去个很远的地方。去哪里？姐夫会跟你一起去吗？那个地方很远的，姐夫不会跟我一起去。为什么不吃啊？不好吃吗？不是，我吃不下。傻丫头，姐姐总有一天会离开你的。姐姐走了之后，你记住要听姨妈的话，知道吗？听姨妈的话，我们不是跟姐夫住在一起的吗？不是，姐夫有他的生活，他要照顾其他人，他没空照顾你。姐姐也不想离开你的，但是姐姐没办法。姐姐走了以后，如果你想见到姐姐，你只要闭上眼睛想着姐姐，你就会见到我了。接我回来又出去了，他还说他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。喂姨妈，我是恩明，慧慧有没有去你那里啊？如果他来找你的话呢，你记得打给我。喂，子珊，我是恩明，慧慧今天没打给你。喂，阿慧，我是恩明，慧慧有没有找过你？姐夫现在出去找姐姐，如果她回来，记得打给我，知道吗？Thank you.
怎么那么晚？你怎么了？你先回答我。鬼鬼不见了。那你还不快去找他？你没事吧？要不要看医生啊？不用了，我没事，是我自己不小心摔下楼梯撞到了。那我走了。等一下，能不能帮我向公司请几天假？我想休息一下。记住，姐姐回来的话，叫她打电话给姐夫。知道了。警署协助调查，她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，获准保释候查。较早前，在尖东海旁发现一名女子浮尸，该名女子年约23岁到28岁，身穿黄色上衣，初步怀疑是跳海自杀。据现场警方所知，有一对情侣途经尖沙咀海旁时。
可能的。我真的看见他不如你回去找他。我觉得他最近有点怪。大白天的，把窗帘都拉上了，不愿上街。什么也不做，我怕他有事。可能是陆慧。不是陆慧，谢谢。吃饱了。我去看萍萍。姨妈，我是萍萍。萍萍，怎么了？你怎么好像很害怕似的？姐姐跟姐夫好像我看的那些鬼故事里的鬼一样。傻丫头，就为这个
吓死我了，叫你别老看那些鬼故事，弄得疑神疑鬼。如果姐姐和姐夫真的是鬼的话，他们不会害你的。婷婷，你有没有听我说话？可能是鬼。你说什么？我也可能是。如果你死了，你怎么会坐在这儿？罗本书，说有的人死了，如果有心事未了，就会留在那里，直到了了心事为止。甚至有的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。但人死了是没有心跳的。
等等。如果你真的死了，你最放不下的是什么？我最放不下的，如果我是你，我最放不下的是陆慧。由始至终，我们的关系只有性，没有爱。我承认，我们第一晚是因为性。但是第二天，我想告诉你，有些男人有了性之后，会有爱。如果我说这段时间没爱过你，是不可能。我今天亲耳听到你说你爱过我，就算我现在死，我也没有什么放不下。你不会这么容易死的。慧慧，我看完医生了，有些要紧的事我想告诉你。周医生也说想见你。我马上过来。那你会煮饭给我们吃吗？当然了。你怎么样？姐夫。乖。有什么想说？萍萍。姐姐有点饿了，你去餐厅帮我买碗粥。哦。周医生在给病人看病，他说晚上才见你。他刚刚帮我检查完，说我的癌细胞出乎意料地受到控制。你说真的？嗯，可能是姨妈的气功和中药有效呢。可能是吧。他还说我可以回家休息。那我一下班马上过来接你。你还有没有见方婷？
那我就放心了。陆慧，你全都知道了。你不是要结婚吗？取消了。为了他，为了自己，对不起。其实我这次来，我没有恶意的，不要怕。我知道我就快离开恩明，所以我不介意你的出现。我本来以为我会很伟大，但没事发生过。的时候，有你照顾他不是更好？但是我对不起，但是我做不到。不关安明的事，不关他事。你有没有药？为什么不等我走了才开始？为什么不等我走了才开始啊？你先吃药。为什么？我拿杯水给你。为什么？回答我，为什么？我去拿水。回答我。自己躲在家里，那你现在不用怕了。我这几天想得很清楚，我很明白你的感受，我觉得自己很自私。我知道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，伤害了你。但是我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处理，我会跟他说清楚。对不起，我真的放不下你。
恩明。你又看这种书？姐夫回来没有？还没有。把电话给我。平平，姐姐进去找姐夫，你在这儿等我。哦。是我自己不小心摔下楼梯。
因为我跟方婷的感情发生问题，错手杀了她之后，不知不觉已经陪着她的尸体一段时间，最后我畏罪自杀。会旋转。
You